DSE-MESI paper 2第十八条，咁第十八条一条应该 geometry 嗰啲问题嚟噶啦，咁就佢话有个 A、B、C、D 系一个 rhombus 啊，即系四条边一样长度嘅四边形，好啦 ，E and F upon on A、B 同埋 A、D 上面 ，E、F， such that A、E 等于 A、F。AE 等于 AF， 同埋 angle ECF 系四廿二度，即系呢个系四廿二度 ECF， angle BAD 系一百一十度，即系呢个。咁呢个一百一十度咧，其实即系对面呢个都一百一十度噶啦，同埋呢个都有噶啦。咁我哋睇下佢要揾边先，揾呢个。咁我哋做嘅方法咧，首先第一步咧就间条线出嚟先。间条线有咩好处呢？因为其实间条线咧就会将呢度分开一半嘅。咁咪嗰條 common side 嚟㗎，呢兩條。咁就其實我想去 proof 嘅話咧，係 proof 佢AEC 同個 AFC 係 congruent 先嘅。嗱，呢兩條線一樣㗎，佢 given 嘅。AC 等於 AC， A angle ACAF CAF 等於 angle CA。E 等于五十五度，不过冇写五十五度啦。跟住 AE 等于 AF given 嘅，好咁，所以呢两个生成 congruence 啊，左右两个嗱，左右两个 congruence 咧呢度易搞好多啦。就呢个系廿一，呢个廿一。咁跟住我想要搞咩咧？廿一啦，五十五，跟住你计到呢、这个咁啊，计埋呢个咯。咁即系我哋直接啲啦，呢、这个廿一，呢个五十五。咁呢個 extreme angle 嚟嘅，七十六就廿一加五啊五等於七十六。好啦，咁所以個答案就係 boy 啦。好多謝各位同學，我哋睇下一條。